Hello guys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。所以昨天呢，因为我的这个游戏出来有问题，所以我就没有录到昨天的汽车追寻啊，所以非常抱歉啊。所以今天的话，来看一下汽车追寻什么任务。OK， 行驶3000米，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任务，其实总共的话就不会很难了。来找这个地图，开始完成今天的任务。3000米就是到处跑。任务不是很难啊，只是需要很长时间，所以慢慢来啊。现在刚刚200米，我不想捡红罐。哪里？哎，继续来啊，反正是总共行驶3000米。2000 years later. 好，到现在还没完成，我不知道到底要等多久。好，完成。OK， 就这样，这个漫长又无聊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，所以今天视频也到尾声，谢谢大家收看。